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题目告诉我这个条件，好不好？这个行列式算出来自己是，麻烦你求这个行列式怎么算？你观察一下哈、哦，这时候老师一再强调什么叫行列式，直为行，横为列。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这里要看直来看横的，这里看直的行不行？你看直的这台 ABC 一不一样？一样。直的这台11333，我把333提出34也变11了。这样行不行？虽然说是一题，虽然说变化是这一排，对不对？以这排来讲，我这边是 GF， 我这边做一个 ABC， 怎么办？所以说我是想办法把这 ABC 把它消掉，怎么消掉？来，怎么做？所以说我干脆以这排为基准，把乘上负一加过来，行不行？加过来是你看一下，哎，本身动不动？不动，本身还自己 ABC。333呢，不关他们家的事情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把这排乘上负一加过来之后 ，A 乘负一负 A 加过来消掉剩下 2，B 乘负一负 B 加过来剩下 1，C 乘负一负 C 加过来剩下几 F，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之后，你观察一下下，你说老师，我可以再提出几？提出3，这样行不行？提出3剩几 ？A、B、C。2EF 11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告诉我，写到这边时麻烦你小心，你仔细看有没有一模一样，没有，所以说我先对调好不好？怎么对调？来，11是在第一排，我先把这两排对调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先把这两排对调，请你告诉我，两排对调之后其实什么号？一号。所以说原本3变几？负3，这样行不行？对调之后，你观察一下中间这排 GEF 不动，把这两排对调111 ABC 写到这边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时你再观察一下，听好，一有没有一样？有，这两排是不一样，所以说麻烦你再把这两排再对调一次行不行？把这两排再对调一次 ABC GEF。再对调的时候，其实什么号？一号，再加一个负号变什么号？正号，是出来了。写到这边，你观察一下，这个东西是几？4，对不对？所以3乘4，所以答案是几？12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